有接过家属，他们有就是在跟我们反映，因为他们大体没有完全嘛，就是有少一只手臂，然后我们有按照他们那一天的坐标，我们再去寻获，然后刚刚在在半小时前我们就寻获一只手臂，我们刚刚也把它带回来送往市立殡仪馆交给家属。他们家属没有在这里，他们是电话反映的，然后我们就上去找。是，对，这个段子是在0.85 K 处搜寻过吗？在小追路那里，在小追路的地方。是，今天有新加坡的家属两位到我们现场，然后我们把他的物品交给他了，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搜救进度跟他报告，然后现在是请他在心理分析先暂时休息，有最新的进度我们再跟他联系。家属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早点可以寻获，有他有就请我们把他的衣物交给我们，然后希望用我们犬只看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闻到那味道再寻获。